今天不都上大白，尤其是陈百潭哦，跟着百潭大哥哈、哦，这个专辑呢哦，网罗了不少的人哦，因为这个词曲创作是自己嘛哈、哦，当然我说网罗哈、哦，都、就是讲在音乐的这个工程上面呢、啊，哇，有一流的这个录音师啦、啊、哈，当然录音师不用讲，还有呢，哇，对华这类歌手哈、哦，这首歌是风吹。混掉杯，好、哦、光明做水哈，而且也邀请到这个对岸的歌手哈李林来合唱这首歌哈。百潭大哥哈啊，当然在后门来的也有讲到很多的心情啦哈，伊嘛希望讲这些好的声音呢都可以一起来合作哈。所以咱就来听这首歌，陈百潭、李林《风吹混掉杯》，听说了咱来跟陈百潭开讲。
对陈百潭的雄心专辑哈，也是在那名来对哈，我发现很多不同的曲风哈，都是他精心细想安排下来的哈，包括传统的恰恰嘛有哈，哈 ，solo 恰，哎 ，solo 恰，哎、你以前的歌哈，就是舞厅来对啊，是讲跳舞的场合哈，我不晓得他现在会在哪里啊，以后会变成演奏曲还是变奏曲，基本上可能也会懂之懂之加进去哈，那我扣零嘛，那个基础本身哈都不变的哈，哎，你。一直说舞曲的节奏哈，这可能我心思有较细密哈、我要写歌的时候，还是讲要人制作的时候，十条歌来底先哈，因为我要好人好跳舞，嗯，啊，因为喜欢跳舞的那个族群也蛮多的，蛮多的，啊，所以讲啊，而且十条歌你嘛是要有变化嘛，哎，啊，所以讲我一般的时候，我咧经歌哈。好、哦，我以前拢经什么天幕拢有诶，嗯哼，哦 ，disco 诶，紧诶，哦，恰恰中版诶，哈、哦，阿毛陀螺岛，哈、哦，阿毛瓦子，tango， 嗯哼哼哼，还有什么什么都有。所以你把所有的节奏都放在专辑里面，希望能够大家听起来较不一样呢，较不一样新啦，啊，无为头搞尾诶时候，哦，叮叮叮嘛，阿无就阿要插死啊呢。好，特别难听啊！对，我嘛刚刚哈，这个有时候专辑在听哈，你是一种好像是陪伴，啊、但是他又不能够闷掉，别说公我听都不会有那种困气啊。也是一种享受嘛。啊，对对 对，所以我说那个曲式的安排哈，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哈。十首歌拢新歌哈，十首歌差不多，可能我印象可能是差不多七条啦。嗯 嗯，那三条的新曲，较早有风笑过。嗯，跟提灯来唱。啊，伊无做做歌，我感觉。别别听啊！阿叔，我给他们唱。啊 ，OK。啊，在你这里酝酿期的时候呢，这些歌是早就已经写好放在那边，或者是讲，为了要做专辑开始写。无啦，其实这歌的时候，我咧做工作的时候，拢先做好啦。嗯。做好的时候，差不多时间点到的时候，哦，我再来发表安尼啦。啊，其实这歌差不多写十年以上啊啦。你看啊、其实啊，爱写歌哈，爱音乐人哈，其实对这个这个工作了哈，是拢未停诶。那我心情都在写哈。是啊，虽然讲发表少啊，虽然讲我不唱歌，不过什么事你嘛写写得多啊。什么事嘛是爱 KTV 咯，我以后我就打电话先，哦，打一通电话先，就陪伊去唱歌，吹高雷啊，吹高雷。这就是好玩哦，音乐真的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哈、哦。本来就是、啊。那唔免讲一点讲爱什么什么是很大的一个配备啊哈，咱、想要写歌还是想要唱歌，反正就是随性手字嘛，对不对？欢迎丢啊，丢哈。希望叫你这年哈没有上通告哈，能公布较简单啦，系对。啊，电视呢？最近嘛上电视嘛。其实电视，因为算讲我这这十几年无伫台湾的舞台，吼、唔过我外国嘛有咧走，啊，所以说也不会陌生。就是讲做电视，我靠有压力，迄唔是紧张，唔是紧张压力、是因为电视的设备，吼、因为电视的卖些，我的感觉，所有的设备都是电视小盘球。啊，来大录音室，咱录唱片的录音室。对，啊，以前嘛吼，因为咱录音的时候，不是为着咱吼要去做什么歌手比赛迄个录音啊，所以这个配备就是很阳春。对，啊，今嘛迄个歌手比赛听讲会较好啦。除非是咱去做这评审啦。啊，如果我们要去以歌会友的话嘛，唔怎样嘞哈？没有，我唱过。哦，真的哦。啊，唱过的话，其实对歌手来讲的话，就是说上电视唱现场最伤。哦，因为是讲以他的那个空间设备受限制嘛，嗯啊，所以他怕录进去的时候音会串，嗯啊，所以他就牺牲歌手啊，哦，就歌手的麦的 echo 几乎减到没有，哦，了解，啊，然后有时候万一你又唱到现场乐队的，嗯那你后面乒乒乓乓乒乒乓乓的，然后他 monitor 又没有给你很大声的话。啊，佮电敲敲，啊，佮听无。哇，了解。啊，你看你偌好笑，是，呵呵一定放炮诶。所以吼、哦，有当下人咧讲吼，为虾米咱咧做演唱会，唔管国内也国外吼，咱咧做演唱会进前的时阵嘛，上好是要来 test 一下哈，对不对 ？rehearsal 一下，至少你知道喇叭的那个感觉。嗯、一般啊，阮咱所有的演唱会是暗会先咯。哦，那就无同款啦。咱歌手会使要求啊。对啦。啊，你都加班笑的先。啊，我啊，你要叫我哪发推？哦，咱会使派伊啥无？对。你电视啊，袂使人派，爱用派。所以有时候，有时候人家称我，
马屁谈啦、啊，没有见机行事啦。是啦，然后我们是日进水熟了，那我们只好这样子。我们最主要也是我们求效果嘛，嗯 嗯，对不对？当你表演不管一堆表演，当这种在上面前，我们要有敬业精神嘛。对啦，那想了想了想会几瓶可以出来嘛？我们对，我们对哈。不过这个身经百战啦、啊，百战大哥以前的秀场啊，后来哈工地秀了，我们关上面收在其实已经唱过 N 场了哈、嗯，所以任何状况一动度鬼了哈，都可以克服啦。就算讲迄个电已经无电啦，错掉伊就讲无安尼清唱一个麦塞啦。啊，可以啦，好笑，好笑，咱来较用心啊笑啦哈。啊，歹笑的先哦，不行卖放炮，也马顺得了。啊，你。哎呀，这里高夏哥哥高唱过来，陈百潭出新专辑了哈。来都有几首歌，边个真介意，一定要介绍给所有的朋友和做追踪的贵哈。我下面我很喜欢这个歌哈，我一定要讲一下。那我今仔这里光哈，我当下比赛欧贝西亚，譬如讲哈，前面唱一句，后面要跟一句哈，对不对哈？比如说和声要跟着唱啦，哈，对吧哈、嗯？我一定被星光 biang biang， 对不对？是 biang biang， 对不 对？对。可是你知道，我一定被星光，你一定只能星光，你不能够我一定被星光，我一定被星光，这样拍子不对嘛哈。所以要写到那一整句，然后后面跟唱的哈是不容易的。是是是。哎，但是你写完大家拢会感觉讲，哎哎，就好唱就简单对吧哈？其实他其实安排是不容易。啊，最重要的这首歌呢，里面咱等下听的时阵哦，听到迄个最重要的歌啦哈，镜中的花对吧哈？镜中花水中月。对对对的、就是那个感觉的时候，他后面都会跟唱一整句，对不对哈？哦，那个。无，还不是跟唱，哦，就是那个做效果的，就 delay 一句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可是那个效果，一般我们在唱的时候，就会旁边就会跟唱，是是。那那个效果要弄得刚刚好哈，而且他最后的收尾，但是你来听啊，哦，这段情好啊，就难过哈，啊，这段情好啊，就徘徊哈。你待会听一下那个收尾，跟一般传统的歌曲手法不一样，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很好听呢。是是。哦，你卖小工就简单呢，你唱。好吗？谢谢嘞，没有你不会剪不干单的。真的啦，很好听的一首歌，很喜欢哈、哦。哎，来，最终玫瑰，陈百潭。吹吹个吹，千万摆无一回。也袂发觉啊。